真正是你来啊！不是我白想，你真正来看我。我可是讲你之前拢未原谅我，想要叫你真正来看我。 在要你直播，你家己，唔通袂记，你身躯顶还阁有伤，你都要好好休养啊！只要你阁爱我，我就有勇气活落去啊！冬俊，你若是会当原谅我，你爱我做啥，我拢会答应你，我拢会听你的。子谦，咱个讲话时间无偌济啊！ 说落来，我要讲的话，恁都要一脚听，知无？你无穿粉红的衫，你一个人来，连外口的警察你拢给伊调开，你毒啊！你来遮讲。 安尼组长若是予人掠转去，你予人破还搁较重。小可，你即摆紧去投案，然后想办法叫恁爸的律师，把所有证人拢送来我遮。不管是拄过恁个死，还是恁娘想要伫我遐一个性命，你把证拢送来予我。安尼你算是帮凶，你的罪孽减轻出去，你知影无？不是啦。 代志毋是你想安尼，我即摆会出现伫迄遮，是因为今仔日我要让人送去法院开庭的时阵，半路有人出手救我。有人甲你劫走，是恁爸？毋是，但我请你原谅我，我即摆袂用讲出伊是啥，只是伊救我是有条件的。假使讲我若是想要得到自由。 想要换一个新的身份，去别个所在重新开始，伊会当甲我斗相共。伊提出什么款的条件？伊要提你的性命。你想讲啥？我实际是着什么人？因还要爱我的性命？你讲啊！迄人到底是啥？我真正袂用讲出伊的身份。 你卖受气，我嘛是有苦衷的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什么苦衷，什么不得？这只是你无担当的借口尔。假使讲我若是无先活落来，你嘛叫人关伫个笼仔内，那安尼咱两个人即世人要过什么毋忘呢？敢讲你甘愿？咱两个大安尼，一世人拢摆到妥妥妥，永远拢无得翻身啊！所以，若是牺牲我的性命。 至少会当保掉你的性命，咱是共生共命的爱人。若是安尼做，至少你会当得到自由，你会当替我另外的份好好活落去，对无？子谦，我知影我安尼做，互你受委屈了。啊，毋过我若是无照迄人意思去做，我嘛无拔掉落汤鸡啊。 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要跟我讲，迄个人是谁？至少我会较甘愿。要若无，我真正是死嘛无冤家。我都真正袂用讲啊！你莫安尼逼我好无？你若是袂讲，我就无法度答应。 那无，我就要喊人啊！虽然你甲警察调查，不过应该无人会接到。救人啊！
有人要提我的性命，救人哦！警察，你紧来啊！林志贤，你敢一定要来逼我啊？你不讲我的性命，我现在怎么讲你？啊！救人哦！赶快救我！有人要提我的性命，救人哦！赶快救我！林志贤，我的性命，这是你逼我的，想叫你敬酒，唔食要吃罚酒。要创啥？听讲一支枪，要你受艰苦的，你就一路好行哦。进来！过来！快滚！哎！等等，好，来！我知道，快滚！快滚！啊！唔对啊，奇怪，谁人出来？大爷，头前敢不是借户病房？想做外口拢无警察，敢不是林子欣的收租在另外地方的？我家在同地呢。唔对啊！大卫，准备。你不是讲你爱我，亏得你已经无未来啊！不如你就心转我啦。你还在对待我？不管你安怎怨恨我，拢无要紧啊！因为这是你欠我，我做你讨嘛是天公地道啊！告诉讲，你若是任何的冤屈，欢迎你后世人再来找我讨。是的啊！哎，我是头先的。救人！不准叫！我看有状况，紧带我出去。真的。拄只迄个敢是东区？哦，等下，迄烟烧大，根本看无。姚律师，下方应该有什么状况？麻烦你赶紧找警察来。好。怎样？叫伊找，万一啊真正东区了，不管有什么办法，应该要抓回来。大爷，你一个人？我不要紧啊，紧去啊。拄只东区是不是？你来这种啊？这个空气啊，今天早上就吹你，现在救你。是你，我在问你，东军都在是不是有来？是，他是有来。要我来的话，真正唔正经，佮你唔出心难保，佮早来要救你，真正偷个歹去。你们先来救。现在外面警方全面在抓他，他不是要来救你，他到底有什么理由要冒险走来这找你？他是要来把我害死。要把他害死真有可能。东军现在等你多命呢，你家己走都袂赴啊，哪有可能自找麻烦？特别搁再来找你算啥？阿伯，你要创啥？伊拄只甲我饲条的，拄只要甲我害死的时阵，我嘛一直问我家己，是安怎一个捌讲过，伊的未来一定爱有我的查甫人，会变甲这尔冷血，这尔无情。是我你要听你敢知影？伊已经不是我识识迄个陈东俊了，伊眼神拢是杀开，袂输我识个外熟人共款。伊哪会变到安尼？我真正想无伊是安怎，伊是安怎安尼对待我？你无事，我讲啊，你袂输哦，真无辜共款啦。你对朱丽萍做遐代志，你又打了东俊甲我底线，就算啊，你赔命嘛是合情合理的。我无毋忙会当得到你的体谅，不过东俊伊真正怪怪，我可会当拜托你，你还是莫救伊。伊人答应伊，会当帮助伊离开家，佮保证会当去国外重新开始。
唯一的条件，就是爱伊亲手提走我的性命。所以真正要伫你的性命要甲你抬回死啊，是甲董俊劫走去啦。伊是安尼讲无唔对，我唔过我真正想无，是虾米人爱我死？我完全人除了王雅杰以外，就是你。不管是虾米人，唯一就是说服董俊来亲手提走我的性命。你想我即马赶紧想清楚，你到底还阁有了解什么人？啊，若无我找无方向，通我救董俊，我就真正想无。安尼等你想起来，你家己想办法，第一时间跟我联络。我已经请律师啊去找警察来。等下什么话该讲，什么话不该讲，你家己心内有数。无需要阁惹一挂无必要的麻烦。拜托你，你要找到董俊，伊安尼做。绝对不是伊的本意，伊可能是被人威胁、被动伊的。我惊对方会利用伊继续为非作歹，我拜托你一定要救董俊。董俊的代志啊，你无需要去替伊烦恼啊，因为我绝对袂让伊有任何的机会，或者带伊衰，甲伊过过的。董俊是安怎行到这步？那才无路用啊！现场拢替你处理好势，无警方嘛无医护人员，你阁会当失败？那你是要创啥？我已经尽力个啦，啊，那不是因为林子健一直闹，我嘛无可能耽误到时间嘛。你够你有？啊！哦哦，看你哦，唔难缘投，佫足深情呢，佫怎样怜香惜玉？起码产像你这款哦，心好男人已经无偌济啊。你讲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产像你这款为着爱情付出一切，就算讲失去家己性命的男子汉，我真正足英雄。大家紧紧。比起爱情，我落去更硬的啊！真有爱，真有爱，真有爱，真有爱！爱你去死啦！做代志成功，唔敢念瘫痪，一般哪成功？我叫是讲你少昏的，唔管伊哪哭，啊，唔真简单的三步骤，立起来哈，刀剑提出来，对个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准备个啦，准备个啦，有啥啦？针头都还都还未开呢。这什么啊？哇！保命是本能啊！所以迄个时阵，林子宪哦，就是安尼一直闪，一直救我啦！啊，哪有可能像你讲的这么简单，三步骤就完成啦？哦，意思是讲林子宪火铲球误闯丛林的小白兔，我见犹怜。啊，你就感觉讲，看你安尼一直哭，你就真不甘的。甲咱条条甲笑笑讲，无要紧，别惊，最近就好哦，别惊，别惊。我今麦到底要哪反应啦？看伊笑到有春，凊彩一个错误的反应，哪有可能害我家己无命呢？看你这么衰，拄到这款人啦。哎，我袂今麦的想法。无啊，我拢想想咧。敢知啊？我有读心术。我看一个人眼神就知影你想啥。你今麦是咪想讲，你希望我永远拢消失？啊？无啦，我来干。来啊！小雅，哎，小雅，你看林静啊，陈东俊今麦对伊来讲还阁有路用呢。哎，林静，你教我。这个江超强根本就是神经病嘛！顶一秒欢喜，后一秒就随了讲要杀人啊！下手搁这么重，我都要较鲁莽的，莫甲硬拄硬，万不利啊！就真正认得到死，我唔都加衰。